都要开。你看那杯子都套那去了。啊？你看杯子都套那去了。把这膜拉上吗？那等一下，我先把膜放上。你先看落杯，走过来让你听听。怎么不走啊？就这几个窟窿。还要往前走一点吗？嗯，哎，不要在这里缠，这直接拉下去就行了，不要搞那么贵。先把模板往前走，这个关键模板跳。那个不亮，拔着，插到了模板缝里面。就插到这缝里面去了，插到缝里面去。那你走它不是要带出来吗？把它拉的要多一点吧。手压一下。来走。这手拉着，托杯开起来，托杯开起来，托杯。不要拉，没事。